玉里镇公所与玉里分局前往火车站前广场与镇内的主要道路清查遭弃置的废弃车辆，而清洁队针对已张贴一致通知单的车辆进行移除，共计清理废弃脚踏车、电动车以及机车等各种车种，要还给镇民一个干净的门面，也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遵守相关规定。 玉里镇公所与玉里分局前往火车站前广场以及镇内主要道路清查遭弃置的废弃车辆，清洁队针对已经张贴一致通知单的车辆进行移除，总共清理废弃脚踏车以及电动车、机车等等的各种车种。 今天去的部分的话，我们清查之后会贴一个黄色的一个告诫单，请这个车主哈，还是相关的人物人士的话，在这个限期之内把这个车辆移走。如果时间到的话，我们会把它这个整个会移除到这个一个集中的那个堆置场之后，会进行来一个集体的一个拍卖。 玉里长久以来接到两侧的废弃物问题，玉里镇公所清洁队马上接手来处理，尤其是火车站前的空地以及停车场。江东城强调，良好的居住环境不仅能够让镇民们住得舒适，优美洁净的街道更能让前来观光游憩的旅人们玩得更开心，目的是希望给镇民一个干净的门面，并且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遵守相关的规定。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